陈正杰做一个 cut， 这边被干扰一下，倭寇左边四十度角完全空档，把握住这个三分球，这对今年赛季的倭寇来讲很重要啊。对，不过在国王这两天的比赛当中，他们的用人是算比较大胆的、哦，就是给很多球员不同的机会，那都得到了很好的效果。对，倭寇换手运球之后，篮底下完全空了，忍冬倭寇摆进两分。防守收缩之后，给倭寇有投射机会，连续两颗三分球追了六分回来。是的。篮底下倭寇摆进，外教可能没有看过啊，敏哥跟他说不要怕、啊。最后比数就停在94-89，主场的新北国王本季第二度交手还是击败了梦想家，而且拿下一个开季的赛季三连胜，也是这个礼拜在新庄主场开幕周的二连胜，两场比赛都拿下了胜利。